乾隆死后留下42个妃子，最小的年仅13岁，嘉靖竟如此处理。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倘若论清朝皇帝中哪个最风流，要说乾隆皇帝排第二的话，那就没有人能排得上第一。乾隆皇帝在去世之后留下了40多名妃子，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13岁，这让接手的嘉庆帝又会怎样处理呢？乾隆皇帝一共活了89年，执掌大权的时间就有60多年，在位期间的他不停地为自己娶妃纳妾，甚至在自己晚年的时候仍然还不放弃选秀女。这个时候的乾隆皇帝身边仍然有大量的年轻女子被送来，乾隆这一生一共纳了41个妻妾，基本上全部都是在13至17岁这个年龄段的年轻貌美女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较为特殊的两位。第一个可以说在年龄方面就十分离谱了，乾隆皇帝在88岁的时候娶了仅13岁的静妃，这个年龄其实当他的曾祖父都已经可以了。那么这个静妃身上究竟有何魔力，让已经步入晚年的乾隆还会如此兴奋激动？她是富察皇后的侄孙女，在自己13岁的这年被乾隆看中，可以说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从此就开始了自己寂寞而又悲惨的一生。因为在她成为乾隆妃子的第二年，乾隆皇帝就一命呜呼，13岁的小女孩至此成了寡妇。乾隆曾经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也多次召静妃侍寝，因此乾隆在去世之后，静妃没有任何别的出路，只能为了维护国家颜面而老死宫中，无儿无女，孤独地走向人生的终点。嘉庆皇帝对于自己的这个庶母也是十分心疼，但是他能做的只是将她好吃好喝的供着，让她一直活到了道光25年才去世。第二个较为特殊的就是嘉庆的生母魏佳氏。魏佳氏本来只是一个包衣奴才，但是由于容貌秀丽被乾隆看中，至此飞上了枝头变凤凰，最终还生了个了皇帝出来，可以说也是了无遗憾了。不过魏佳氏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倘若放在清朝前期，那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清朝的老祖宗在选秀女的时候，常常都会优先去挑选身份高贵的大臣之女，这样做一来是为了拉拢权贵，二来就是为了巩固爱新觉罗皇族的地位。不过在乾隆这里，只要是他看中的美女，不管是什么身份，统统全部都要送来宫里占为己有，在当时人们的眼里看来也是见怪不怪了。让人感到更加离谱的是，乾隆皇帝不仅会去宠幸奴才，甚至还不顾祖宗的规矩去宠幸江南的平民女子。宫中原本就严令禁止汉族的平民入宫，这些人的地位十分低下，别说是去当妃嫔了，连宫女都不会选择他们去当。但是乾隆先后6次下江南，在江南美女如云的当下，他又怎么会舍得不带走几个呢？在看中江南美女之后，乾隆是想方设法也要将他们弄进宫中，其中之一就是宜嫔。为了能够掩盖宜嫔的平民身份，乾隆竟然将他的本家全部入旗，成了内务府正黄旗下的旗人，以此来掩盖宜嫔的真实身份，可以说是十分喜爱他了。话又说回来，除了静妃与魏佳氏这两个较为特殊的妃子之外，乾隆在去世之后还活着的妃子就只剩9个了。而有关于皇帝在去世之后妃子都有怎样的下场，历史上也是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先例。第一种就是殉葬。据传闻，在朱元璋去世之前，下令将几十位妃子在催眠的状态下一同杀死，给自己陪葬，手段可以说是十分残忍了。第二种就是守灵。刘邦在驾崩之后，皇后吕雉不仅将戚夫人做成了人质，还将大量没能生下孩子的后妃全部都安排去守灵。第三种就是出家，最为著名的就是武则天。唐太宗在去世之后，武则天曾经削发为尼，从此与青灯古佛为伴，了却自己的余生。第四种就是据为己有，将前朝皇帝的妃子重新纳入自己的后宫，也是一些皇帝的选择。著名的萧皇后就曾嫁给了6个皇帝，最终还是李世民让其在后宫中安享了晚年。不过到了嘉庆时期之后，天下既没有战乱，也已经废除了赐死陪葬这种残忍的手段。面对乾隆给自己留下的这9个小后妈，嘉庆表现得极为孝顺，不仅提高了他们的位分，并且还将他们按照位分分配在专门的宫殿中居住，可以说是十分贴心了。因为乾隆皇帝的朝代非常的鼎盛，所以他后宫的这些妃嫔大多都过得不错，哪怕那些妃嫔从来都没有受到过乾隆皇帝的宠信，但身体却仍然非常康健。在乾隆皇帝去世以后，他的后宫中竟然还有40多个妃嫔活了下来。此时嘉庆皇帝感到非常的难堪，因为这些人名义上都是他的继母，
如果留在后宫中，一定会引起诸多的流言蜚语，没准会有人猜测他和这些妃嫔的关系就是李治和武则天。为了能够躲开外界的流言蜚语，嘉庆皇帝一开始的想法是对这些妃嫔不管不顾，或者是将他们全部送到寺庙里面去出家。可是在真正的见过这些妃嫔以后，嘉庆皇帝又感到有些于心不忍。按照后宫的规定来说，这些妃嫔如果有自己子女的话，就可以将他们全部送出去，和自己的子女生活在一起，也算得上是可以安度晚年。嘉庆皇帝在做下这个决定以后，就询问了这些妃嫔的意见。在这40多个妃嫔里面，有很多都有自己的子女，他们大多都愿意直接出宫，不给嘉庆皇帝添任何的麻烦。在这个过程中，嘉庆皇帝甚至还允许他们将之前乾隆赏给他们的东西全部带走，一些比较珍贵的文物嘉庆皇帝也并没有全部留下，而是想要给这些女人当成安身的东西。当他们离开的时候，嘉庆甚至又给他们少了一笔金银珠宝，可以算得上是非常大方。而剩下那些没有子嗣身份又比较尴尬的女人，此时就有些难搞了，尤其是那个只有13岁的小姑娘。那几年因为来说她做乾隆皇帝的孙女儿都绰绰有余，可是她偏偏有着嘉庆皇帝继母的这个身份，当时有很多的大臣都提议可以让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女孩殉葬，可是嘉庆皇帝又有些不忍，因为这个女孩的身世非常不凡，她是乾隆皇帝原配妻子富察皇后的侄孙女，因为和富察皇后长得有几分相似，年纪又很小，所以被乾隆皇帝亲自选中，一直待在皇帝的身旁。只可惜她的运气并不是很好，在进宫的那一年，她只有13岁的年纪，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乾隆皇帝就直接去世，此时的她在所有人里面显得格外特殊。如果直接将他杀死的话，必然会得罪富察家族的其他人，可如果将他留在后宫之中，以嘉靖皇帝和这个小女孩的年纪来说，肯定也会流出很多的流言蜚语。但如果将他送回自己的家族，很显然也并不现实，一旦这个女孩在外面弄出其他的风流韵事，就会让乾隆皇帝丢尽脸面。幸好是嘉靖皇帝的皇后给他想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将这个小女孩仍然留在宫中，所有的待遇全部不变，而且由皇后亲自来照顾她。这样一来，所有人就不会怀疑嘉庆皇帝和这个年纪小小的妃嫔之间有什么关系了。而其他8个一定要留在后宫中的女人，嘉庆皇帝也给了他们很好的待遇，不断提高了他们的位分，而且每个月还会给他们不少得利，让他们在这里安度自己的晚年。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们在平时不能够随意去见嘉庆皇帝，如果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找嘉庆皇帝的皇后或者是贵妃进行处置。嘉庆皇帝非常注意自己的分寸，他不想在后宫中闹出什么风流韵事，也不想给自己的父亲丢人。皇后娘娘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基本每个月都会找这些妃嫔过来聚一次，询问他们是不是有什么要求，如果有的话，皇后大多都会立刻满足他们，不但给嘉庆皇帝带来了极好的名声，而且善待自己继母的行为也让大臣对他非常的认可。可以说乾隆皇帝生下的这些妃嫔大多都是被嘉庆皇帝亲自送走的，这些妃嫔在去世之前也大多都对嘉庆皇帝有着很好的评价，哪怕他们这一辈子无儿无女，但嘉庆皇帝却一直为他们养老送终。有些妃嫔到了晚年的时期经常去见自己的娘家人，嘉庆皇帝不但不会阻止他们和外面的家人相见，有的时候还会鼓励他们多去外面转转。而剩下那些离开了皇宫中的妃嫔更是过得格外潇洒，嘉庆皇帝每一年都会给他们赏赐无数的金银珠宝，感谢他们离开皇宫给自己减少麻烦的善举。可以说嘉庆皇帝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如果换成另外一个皇子的话，不一定会这样对待这些可怜的妃嫔。像那些位分较高的颖贵妃和婉贵妃，安排进了寿康宫，好吃好喝的供着，一年有固定的银子绸缎；地位稍低的敦妃、芳妃、宫嫔、鄂贵人、白贵人也都有相应的银子绸缎。这些人的命运可以说是大致相同，在乾隆去世之后都只能待在皇宫中等死，直到葬入妃陵中。其实最可惜的还是开头提及到的晋妃以及与她一同入宫的寿贵人，两个人都是在最充满活力的年龄成了寡妇，只能在宫中一辈子孤独终老。紫禁城，女人悲，也许这就是在封建专制社会制度之下女性们的悲惨遭遇吧。